场紧张刺激又快乐的游戏吧。快乐是给我的，紧张和刺激吗？哼哼，想要我赏你一件衣服？嗯，站好别动。紧张什么？很快就结束了。所谓恐惧，也是种值得享受的刺激。无法理解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一点小小的帮助。仆从和藏品都不是越多越好。阿杰塔要是有我一半的品味，就该明白这道理才是。训死吗？别以为我拿不想活的家伙就没有办法。这世上比此可怕的事情多的是呢。白吉和我有相似的气质，不是贵族的身份那么简单，支配的形式可不只有锁链。小雀子，它很特别，普通的宠物可没法靠自欺欺人来维持忠诚，所以我才中意它呀。我的宴会只提供健康饮品，老少皆宜，玩不坏才能玩得久。没有新东西可以玩了。给我讲讲你的冒险故事吧，讲到我说停为止。那些贵族的标准实在过于土气，我只好亲自上手改造。那之后我就成了新的标准，